出了社会之后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。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高人一等？我告诉各位，语文。我们公司派驻国外的代表，因为你要在长隆海域要想冒出头来，你一定要有驻外经验。知不知道？我们第一个挑选的目标就是可以600分以上的，700分以上的，800分以上的。竟然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出国的机会，一个英语就可以被摆到面前来，摆到高级主管的面前说啊，请你带上这个人，英文很好，一般表现很不错，他就可以出外去做总经理，做代表。只有英语，只有外语，外语，请记住。加强各位的语文努力，绝对对各位有非常大的帮助，非常大的帮助。未来你在社会，没有人除了你报考的那些刹那之外，没有人在回头看你是教怎么样，看你的，看你的聪明，看你的才能，看你的才能。上次我记得记住吗？所以加强各位的语文努力。第四点。这是长辈给孩子们的一个叮咛吧，我把它缩写成二心一理。怎么叫二心？责任心、道德心。怎么叫理？要有礼貌。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，现在讲给各位听，解释的太多。我也相信你们不见得听得来，你现在这个年纪也出社会。在父母的呵护底下，我不认为各位一定可能接受我现在讲的话，但是回去的时候如果有纸有笔把它记下来，二心一意，责任心、道德心、有礼貌。等你们哪一天年长一些的时候，回过头来再看，想想看，哦，当年我们的老学长曾经告诉我责任心，曾经要我道德心。尊敬要有礼貌，讲讲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职场之后，各位是不是觉得好业务好？这个就开始要做一下，把业务好，你家出去，你能不要忘了，老婆孩子在家里等哦，你要把人家。